还好吗？还好，就是以前总觉得家里挤，爸爸又管得严，早就想一个人搬出来住。还是一家人吵吵闹闹的日子，说过也就过去了。没想到是以这样的情况搬出来。没有必要那么坚强，想哭就哭啊。王希，我只是没想到，原来想要坚持做自己，真的挺难的。别怕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确实，是要为之付出很多的代价。不过还好有你在。你怎么都哭成花猫了？哪有？现在我们要先解决一个最大的问题。什么呀？心情。